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这礼拜母语日，要和大家分享的俗语是：少年未晓想，食老唔成样。少年未晓想，食老唔成样。在少年时，咱就爱学好模样。是大人甲咱教，老师甲咱讲的，咱一定爱甲学起来。唔通讲哦，甲无好诶学起来，后摆若食老着毋成样，做无好代志。对啊，上惊就是一挂少年人，拢结群成党去嫖车，实在真危险。万一若发生车祸，跛脚挂伤。上惊就是袂顶袂当，变作植物人。迄毋若造成厝里个人伤心，毋甘，阁会造成社会问题。尤其是青少年，上介大个问题就是吸毒。这真正是社会问题。伊吸毒了后，规日头壳就敢若会想着两项物件，就是爱情甲毒。无钱，伊会去偷、去抢，哈！一路安尼行个，伊就甲拖落来。别人个徛家门开开，伊嘛敢入去偷、入去抢。这社会成本真正足悬个。其实，即摆咱个政府规划了真好，有伫真济艺文中心、娱乐中心办足济活动。予咱遮个少年人来参加，做人个父母爱会晓关心囡仔，爱知影囡仔伫想啥物，爱陪伴伊，加一份关心，就减一份担心。今仔日个俗语就是要奉劝咱个少